公元907年，梁王朱温代唐称帝，建国号梁，出兵大举攻晋。晋王李克用拒不承认其政权，仍沿用唐朝天佑年号，高举复兴唐朝的大旗，与梁相抗。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，五代十国开始了。百十年间，刀割不止，哀嚎遍野。就在这黑暗年代，一个神秘的暗杀组织却悄然现身，游走于军政江湖之间，专杀挥霍无度、草菅人命的达官显贵。有人说，这分明是编出来安抚老百姓的；也有人说，他自唐以来就一直存在。那杀手，据说只有一个女子，微微一笑就能把人的魂儿勾走。也有传闻说，说杀手是一群女子，模样身形各异，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打红伞，伞面上画满了金色的花。知道，埋死人，我这就……哎，别挤！对了，姐姐，爹今天见了你，熬了好多粥呢。小八，你看，姐姐今天干活得了好几个芋头，给你尝尝啊。我不喜欢吃芋头，芋头吃了半酸水。我要喝粥，姐姐，你也喝粥吗？